美国北加州慈济奥克兰联络处举办的茶会，很特别的是，茶会上使用四种语言，包括了中文、英文、广东话还有越南话，希望接引不同族群的人加入大爱行列。人间有爱，是因为有心人的付出。北加州慈济奥克兰联络处为了感恩各界朋友和社区民众支持慈济，特地举办茶会，向大家分享过去一年慈济置业爱的足迹。其中每个星期参与更生人午餐会的两位志工分别提到自己的感动。所以不是说这些工作不是高尚，工作没有分高低，只要你真心去做，你就做得好开心。我们在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气场哈，好像不是一加一等于二，大家的这个爱放在一起，一加一要比二要多，就希望能够像滚雪球一样把这个爱呢更散发出去，更加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这里面来。奥克兰慈济人所举办的两场茶会，包括中英文、广东语、越南语，有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参加，但大家似乎已经明白爱心一生无量的精髓。支持行动包括义卖会，而且来时带着装满善款的竹筒，回程又是新的开始。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陈立慧、汤佳慧、傅启文，美国报道。